吃。开始。哦嗨哦！来喽！好玩了不？好玩了吗？这是技术了。录了，快开始了。来，是所有的来宾专注的技术了，看好。来啊！1、2、3，哎呀，太丑了！看我的！来，摄影师，现在是摄影师打水漂啊！来看哈，摄影师。摄影师要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看好了啊，来啊，摄影师，哎，两次，三次，看到没有，摄影师撩头发帅不帅？不像，自信，老板，嗯，来啊，来。看到没有，摄影师把水漂溜的666，大张。我叫吴佳伟，今年上初二，我的愿望是英语，我希望可以在我这一年的努力中有所提升，其他科目的话就一直保持着，还希望自己的脾气能有所改变，能对自己的长辈还有一些亲戚们不发脾气，对他们好好说话，这就是我新年哇！谢谢大家。好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柯希曼，今年读5年级。我的新年愿望是语文、数学、英语的平均分达到90，自己的脾气好一些，对我的奶奶好一些，不勤做家务。好了。好了，好。